清末民初，社会动荡变革，各路势力混杂，邪派高手狂魔双煞，勾结洋人，杀害功夫高手，企图称霸武林。知道了，师傅，不惹事。不就买个菜吗？整天唠唠叨叨的，也不教我点正经功夫。亏你给我起名还叫少侠呢。装什么高人啊？不就接几个铜钱吗？我也会啊。哎，哎，臭小子，整天毛手毛脚的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啊？二位是来看病呢，还是抓药？访友。怎么个方法？以武会友。请问二位何方人士？在下无名无姓，久闻叶麒麟大名，今日前来讨教几招，日后好在江湖混口饭吃。叶麒麟输了，二位请回吧。大娘，你今天啥菜最新鲜啊？少侠又来帮师傅买菜呀？嗯，我的菜今天都挺新鲜的。嗯，滚开。嗯，哼，小菜识相。哎，赵钱。赵老板，你欺人太甚了，我昨天刚给你交的。昨天吃过饭了，今天就不吃了。走。哎哎，我的瓜呀、哎！还敢跟我顶嘴？你个老不死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，给我上。谁？给我上。爷，这我的菜，这么新鲜的菜都浪费了。哎，我的菜呀。站住。啊。
师傅，今天菜都不新鲜，不如我们一起出去吃碗面吧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少侠，去上武镇找赵武超。师伯，难道是他害了你？我一定替你找到他，为你报仇。不要。说有这么一家，这家两口子生了个娃娃，好听，换一个。大宋仁宗皇帝在位，张天师七壤瘟疫，洪太师误走妖魔，有分教，一朝天子夜眠不稳，昼食忘餐，指使丰德城中藏虎豹。上无镇内聚神交。好。哎，你没看见这有人呐？你没看见这有人啊？这是我的地盘，你边去。不要算了，去。哎，向你打听个人，知不知道周不愁啊？周不愁啊？啊，知道啊。嘿嘿，没钱了，路上花光了。我这还有一个，只要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就给你。哎呀，这周不愁啊，就在这上武镇上，不用找了。就是那个什么铁鞋踏破那次怎么说的？什么铁鞋破鞋啊？我看你就不知道，把钱还我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钱是我的。哎，你还给我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省省吧。你啊，去你的吧！哎呦，小子。你这么急找周不愁，什么事儿啊？他杀了我师父。什么？周不愁杀了你师父？你师父谁啊？我师父是叶麒麟，周不愁应该算我师伯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见过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叶少侠。少侠？哎呀，名字还真不错，就是你这功夫差了点儿。臭乞丐，你就存心取笑我？切！哎呀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怎么，还怕我这糟老头子讹你不成啊？走吧。送快递的跑地龙，
人人都是高手。客官，您慢走啊！二位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今天的酒菜感觉怎么样啊？菜还行，酒嘛……鳖老三，你姑奶奶的酒你不满意？哪敢啊！酒既然没问题，那今天的账是不是该给我结了？我这两天手气不太好，要不今晚你给我开开光？好啊！姑奶奶饶命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账我结。上午酒楼。可是上午镇唯一的一家酒馆。酒馆？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废话，当然是来吃饭的。啊？哎，您来了。哎哎，先喝点水。来。小二，快来招呼一下。那你先坐着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哎，老头儿，啊，你跟这个掌柜的还挺熟的呀。啊，你说红姑啊？你小子打什么鬼主意呢？啊！哎，没我，哎呀，哪敢啊！二位爷，菜齐了。哇，这么丰盛啊！没想到啊，老头，挺够意思呀。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，哇，鸡腿是我的，不许抢。鱼头归我，嘿。鱼头也是我的。哎，酒肉桌上无老少，谁抢到是谁的。耍赖呢！丫头，让这小子在这待着，我办事处理几天。好啊，但是看着眼生。他是什么人？哎，说起来 也算是我的师侄，把他给我看好，千万别让他出去闯祸啊。账还没结呢，想去哪儿啊？可不是刚才那个不是已经结过了吗？不是你请客吗？我
臭乞丐，算计我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？先结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要不是因为我吃的不好，耶，哎。算计我！啊啊！姐姐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你放了我吧。虽然你长得丑，但是你想的倒挺美。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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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老板娘。哎。给你取个整，收100，留你在我这里打下手，每个月给你一角2分工钱，便宜你了。私婚素宴就值8块，你这是黑店啊！我要报官啊！这是上武镇，哪儿还有官？你倒是去报啊！你仗势欺人！我就欺负你了，来打我呀！还红姑呢，明明就是孙二娘！怎么称呼你奶奶呢？姐姐，你要把我胳膊拧断了，还让不让我刷碗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啊！臭乞丐，宋二娘，刷死你们！刷死你们！什么？奔丧呢？你们这些个丧脸啊！你们谁认识周不愁啊？啊！今天的猪肉很新鲜，我看你的肉比猪肉新鲜。这石头谁干的？谁给老子站出来！谁？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欺负人了？看来得让你们知道爷是谁了。大哥，要不我们回去叫人？去！我还就不信了。我的。哎，大哥，你们
等着，你们等着，都给等着，等着，你给我等着。怎么了？傻了？我堂堂叶少侠，竟然困在这里打杂，怎么觉得委屈了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报仇。哦，你爹妈被人杀了？我师父，他被人杀了，我从小就被他收留养大，没有他我早被饿死了，可惜我现在却没有能力为他报仇。你师父为什么没教你功夫？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不然我也不会连个老乞丐都打不过。得了吧你，连我这个弱女子都打不过。你不如跟着我学呀，我教你擒拿手啊。那可是要收费的。擒拿手是女人才学，我宁愿自学成才。自学成才，那不如我送你本秘籍吧。什么秘籍啊？劈柴的自我修养。哎，看你这么命苦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一劈劈臭乞丐，我再劈劈周不愁，看我自己练功夫，自学成才，打爆你们！哎呀，学我的底子还不错呀，就是脾气太差。好啊，臭乞丐，看我先砍了你再报仇不迟。哎，你没拿武器，这要赢了你也不光彩。还想赢我？来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臭乞丐。也会这招小金刚拳啊，师父赢我就算了，连你也赢我，明明是你先赢我在先吗？你偷学我师父的小金刚拳，这招我师父都没教我。我师弟当然不会教给你了。师弟，你是周不愁？对啊，我就是周不愁啊。就算我打不过你，我也要累死你。好小子，好样的，有骨气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打起来了？放手！不放！再不放手，小心一会儿轱辘架子散了。哎呦，快松开吧！你究竟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杀害我师父？我为什么要害你师父呢？我去查了一番，师弟是被狂魔双煞害死的。狂魔双煞？我不信！我师父临死前告诉我，就是你杀的。我想，师弟恐怕惦记着我这多年没见面的师兄吧。师弟退出江湖，开了医馆。他是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，
我想师弟临死前不会告诉你凶手是谁的，他是不想让你报仇。不要报仇。怎么还不相信我呀？少侠，跪下。周师傅是要教你功夫。想报仇就得先学好武功。看你小子悟性还不错，要不要学？师傅。只要你肯教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什么时候才能教我？不急，先跟镇上范良二位师父学。范良师父，我怎么能找到范良师父呢？告诉你个辨认方式，两位师父是一对经常吵架又气度不凡的侠侣。经常吵架还侠侣？为何？哎，那个上武镇人人都会功夫，那简直就是个恶人谷啊。再者说我们也都不认识周不愁。没用。是让干爹干妈失望了。你就不能动动你的脑筋？动脑筋？你一点都不爱我。爱你，人家爱你。爱我为什么要走路先迈左脚？哎呀，他就是先迈左脚的，你还想着他？没有。范师傅，梁师傅。什么范师傅梁师傅？我姓康。我也姓康。神经病啊你。神经病。走。新鲜的水果不甜不要钱，来点酸的不要钱的那种。找打呀你！范师傅，梁师傅，不是也不用打人吗？小二，有房间吗？行。不好意思，二位，只有这一间了。要不，你俩挤挤？好。这间不是空着吗？不，那一定是人家提前预定的。多嘴。谁在吵啊？原来是范师傅、梁师傅啊！你们回来了。范梁师傅，原来你们是范梁师傅啊！哼，住一间房也可以，今晚呢，你睡地板吧。好啊，夫人，以后瓜子
再也不会有人帮你刻了。哎，两位师傅，别生气，瓜子以后我来刻，地板我来睡，求二位师傅教我个功夫。想学功夫啊？做梦都想学啊！我可是很贵的，怎么都要钱啊？这本来就是我的。好啊，果然是你捣的鬼。哎，如果两位师傅收下他，就能抵了你们欠酒馆的账了。怎么样？这还差不多。丫头，你跟这小子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这小子倒没关系，只不过……哦，原来是他呀！小子，算你走运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徒弟了。好，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是我的徒弟，不是他，我的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看我手势！走了啊，慢走啊。你干嘛？有事啊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快说，你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？没有啊，就是你是不是对我有感觉啊？什么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帮我呀？谁帮你了？胡思乱想。我知道你是可怜我。不管怎样，这些日子多亏你收留，而且还让范良师傅收下我。我会报答你的。今天不用你刷盘子了，范良师傅在等着教你功夫呢。好，梁师傅。哎，小子，来得正好。趁你范师傅没来，我先教你我的外家拳。外家拳？外家拳讲究的是外功和先天力的训练。铁砂掌，铁臂功，铁拳功，你想学哪个？哪个厉害啊？都厉害。那当然多学啊。小子有眼光，先帮我捶捶肩。哎，好嘞。师傅，学拳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当然有关系了。有个搓衣板关系啊，不许你乱教我徒弟。哪里有乱教？来，我要教你内家拳。我这内家拳呀，不知道比某人的外家拳强了多少倍。内家拳呢，是内练一口气。这表面呢是松柔沉静，实则重视内气运用的拳术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范师傅，来来来，坐好啊。哎呀，不是，这个内家拳呀，分为太极、形意、八卦拳等等等等，就是没有这个捏腿啊。哎，都是这个梁痴线把你给教坏了。谁教坏了？这捶肩捏腿是最需要控制力道的。控制什么呀？控制你个梁痴线。哪个痴线啊？
你个婆娘想打架呀？打就打，我要让你尝尝我那家拳的厉害。我外家拳还怕了你了？两位师傅，能不能不吵了？不吵了，能动手干嘛要吵架？停下！一天学一下。测试一下你。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再来。家拳两位师傅，可惜了。重金悬赏周不愁。哎，来来来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看一下悬赏啊！诸位乡亲啊，人人都有机会。都来看看啊！大家看清楚了啊！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学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成的，还想着报仇呢，这点耐心都没有。你懂什么？老乞丐也不教我功夫，让我和范良师傅学吗？还嘲笑我。我明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想学武报仇。什么？只是后来还没学成，周师傅帮我杀了仇人。怪不得你们关系那么好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周师傅当年也是年轻气盛，到处比武，
做过好事，也做过坏事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就只做好事。这也包括帮助我报仇。后来隐居在这儿，改名周不愁，寓意吃喝不愁，开开心心。他倒是想得开啊。所以啊，你要加油了，不然报仇也会被人抢先的。啊！诸位街坊，小弟上次来镇上是多有打搅啊，实在是抱歉，都是一场误会。小两口生意兴隆。哎呀，坏了，赵德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他们是谁啊？你认识？哎，打扰打扰啊，进来看一下。嘿嘿，好啊，原来是你小子，上次好不容易放过你，这回在这儿碰上了，给我打！还长进了！哎，我退，我门小子，有种你别跑，我去叫人。我看你能找谁来。听说过狂魔双煞吗？狂魔双煞，你们是一伙的？来了正好。走，让开，滚开，让开！我要杀了他们。你现在是打不过狂魔双煞的，走啊！要走你走。我可不想你送死。这段时间二位辛苦了啊。年轻时受周师傅指点，我们现在教叶少侠，那也算是报恩了。说不上说不上。现在让你们教他，就是想让他日后站出来，顶天立地，有所担当。今儿啊，我测试了一下他，我看呢，得两三天缓不过来。就是啊，周师傅，今天少侠还闹别扭来着。年轻人多受点挫折是好事儿啊。对了，今天我碰上一个流氓叫赵德忠，他扬言要带狂魔双煞来镇上。哼，来得正好，正想找他算账。恭喜干爹干娘势力滔天，我跟您二老说个好消息，上武镇那边已经有人传出话来，说看到周不愁出现，只要我们静待几日就可以收网了。那就让洋枪队准备吧。师父。是啊。回来了，听说昨天你打赢了，
那也不是你教的。臭小子，真倔！你学功夫为了啥？报仇呗，还能为啥？之前学功夫是为了报仇，希望你今后学功夫不是为了这个。不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？为了。为了梦想吧。啊？知道你为什么总输给我吗？因为你老呗。因为啊，你只学会了皮毛，你根本就不会使用。从现在开始，要锻炼你的反应能力，这样你出拳才够快，躲闪起来也够快。只锻炼反应能力也没有用啊，我还是打不过别人，只能躲。你小子就是心急，你已经学了这么多内外加拳了，我所教你的便是在这基础上的演变。是小金刚拳？你想多了，先把内外加拳融合了再说。师伯，您这么厉害，怎么不给我师父报仇啊？哎呀，报仇这种事儿，就留给你们年轻人吧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您这么厉害啊？哈哈，十年八年，还是有可能的。
我师父可是你师弟。是我师弟，可是他为什么要隐居？可能是厌倦了江湖吧。应该是吧。哎，你不会真不报仇了吧？杀人容易，救人难啊！功夫不是用来打架的。赶紧吃，吃完还得练功呢。哦。师傅，我来了。行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。红姑让你到她房间去一趟，找你有点事儿。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啊？可能是说悄悄话。这么晚找我来，莫不是？也来了，快进来。开着门不好吧？我把它关上。你怕人看见？嗯，对对对，是要保密。还没准备好。当然了，就是没有准备好才叫你来的。啊，我有点紧张。是呀，时间是很紧张的。不如我们先聊点别的吧。聊别的？这么着急，还不赶紧开始正事儿？这么急啊？好吧，那你先转过去。转过去？你还想准备什么惊喜？你干嘛脱衣服啊？你热吗？不是你，我。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你赶紧想想，周师傅要过寿了，咱们怎么给他准备？啊！原来你叫我来，是为了这个啊？对啊，不是这个是那个。哎呀，你别磨蹭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师傅，我去给你打酒啊。不行，先练功。不行，练功可以待会儿练，没酒可等不了。嘿，你个小子。这小子这么久还没回来。丫头，丫头，人不在啊，
这儿没开张啊？啊？师傅，祝您生日快乐，健康长寿。嗯，哎呀妈呀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这吓我一跳啊。丫头，肯定是你捣的鬼。我看啊，这丫头都让你给带坏了。这怎么是我的？我也不坏啊。哟，还有新衣裳呢。师傅，过寿嘛，当然要穿新衣服呀。还有你们两个，跟这帮子孩子瞎闹。哎呀，跟年轻人玩玩怎么了？要不是想尝尝这个玩意儿，那我才……好啊，原来你是奔着寿桃来的，也不是来陪我。夫人，不是。大家就坐吧。啊，恭喜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师傅，来，干了啊！我们大家一起来敬周师傅一杯酒吧。好，祝师傅生日快乐，健康长寿。谢谢大家。镇酒楼里的人听着，把那个周不愁给我交出来，交出来！要是不把周不愁交出来，小心老子血洗你们上武镇！血洗上武镇！
救人，这里我来。这么嚣张，那还不赶快上！你个痴线，你个臭婆娘，这个时候你还要跟我吵两句啊？怕什么？用绝招！停停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哎呀，好了，打不动了。哎呀，这会要是能来点酒多好啊！哎，这年轻人的事啊，还是交给年轻人去办吧。是是是，我们也算年轻人。哎，拉倒！小金刚拳的威力也不过如此吗？什么？这是小金刚拳？这少侠什么时候学会了小金刚拳呢？其实这小金刚拳呢也不是我教他的，我呀只是指点了他要领。自己打的什么拳都不知道，不如下去问问叶麒麟吧。妖女，你杀我师父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你，我，你，我，这，怎么样？没见过吗？他自幼被我师父带回去，扫地擦桌。手法、力道、速度都已经潜移默化了，再加上在上武镇这些日子里，又得到了二位的指点，这便是小金刚拳的基础要领。再加上这小子聪明，领悟小金刚拳不足为奇。赢！
这是。大金刚拳。杀人容易救人难，功夫不是用来打架的。我不杀你们，你们走吧。走走。